Chịu ngồi căng ra tôi lòng.哦，花生苗，你们肯定没吃过。妈，你们这有酒味呢，咋样？那是花生苗，花生芽。啥味儿呗？嗯，豆芽不也有味儿吗？这咋吃啊？炒啊？拌着吃，炒着吃的应该。这鹅脖子真长，你这裤衩子裤也错了啊。这是一整只大鹅，终于完事儿了。发现了鹅的心，这鹅心不大。他们说这个什么，这个里边有内层皮儿，治胃病还怎么的？对呀、啊，这个膜是吗？嗯，搁火备上，备了。要是刚杀的时候一扒就好扒了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他没给扒嘛，就干了这一层皮。嗯，硬了都。马勺都装不下了，装不下，换这个大锅。这怎么整呢？焯一下水。妈呀，你这些就可以了。有腥味吗？没闻着。他们说有腥味。你闻到了吗？没有，没闻到。一紧了也少不少。嗯。一烫也少不少啊。嗯。没有毛啊。没有，挺干净。看看。